如果不点个赞，我把你脑袋给你敲了，还敢嚣张？我也来把这上单哈的，兄弟们 ，listen， 切，打个维恩组啥呢？组 Q 吧，打维恩组 E 也组不了，上来就踹他一脚，嘿，嚓，我直接出来，我平 A 踹平 A， 平 A， 平 A 踹平 A。好加血，好闪现，再见！我闪现点炎，我踹，直接一脚踹死。维恩就不能跟他耗，那哈子打着维恩确实得组 Q， 组 W 没用，你组 W， 你 W 在这吸血，你吸的有他打的快吗？我现在一脚把这蛤蟆踹了，他能不能把我杀了？我按住了我内心的恶魔。完了，我应该是够呛了。摸眼估计也费劲了，我把 W 交了，有点烦人呢，被杠上了。线上瞎子就是主意呀，你得看打谁，打维恩肯定不能主意，虽然需要点推线权吧。给我死！而且打维恩，装备都得不能出和谐战斧，得换一个。我给你一脚，踢拍地板平 A， 别我踹着你啊！你给我死！叶克，我们这波留点查克拉啊！一会儿那个维恩来了，直接一套把他秒了。Oh God！ 我的啊，智能施法被谁给用了？我天哪！智能施法没调，哎呀，玩兰博没整好啊！这就是玩兰博的弊端啊！我们直接进草丛，踢中，给他来一套连。我先 W 走踹回去，这梦魇这么猛啊，我天哪，这梦魇怎么猛成这个样子，有点太猛了，有点没干过这梦魇，如果想干过他，我们得要个红惩戒。老母据说要把蓝给我，并没有，那你到底给不给呢？正好玩的时候把我一飞一个，快点过来！老母驹来了，还不走？拍地板！五二零了，哎你们！我踹，他闪现了！我拍地板减速。我再踹，寂寞，我很寂寞，你寂寞吗？我很寂寞。谁会来呀、啊？哎嘿嘿，叶克，完了，我踢，给我挡了，兄弟。药不要了，来个星石。
不是不够细，我是犹豫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老母鸡过来接我的时候啊，有点接慢了。我寻思我先 W 走再 R 它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就犹豫了那么一小下。上单蛤蟆好像没有打野蛤蟆稍微厉害一点点。好，等一会儿啊，这白银我估计要出来了。薛微是等他一下，看看人在哪儿。击中摸眼拍地板踹走一个 Q。丝滑。你为什么非得要野我？我就没明白为什么非得要野我？为什么非得要野我？梦眼咱野不起啊！我踹你一脚。哎，主位摸眼儿，舅舅舅舅舅舅，他跑得有点快呀，石头人救我，舅舅，这俩人一顿穿呐，哎呀，这两个人是真能穿，穿来穿去的，原来个夜刃之风。这个梦眼儿我是真是打不过，有点厉害。我先打个蓝 buff， 这样我们的查克拉就不缺了。清波野怪，老母鸡发脾气了，这有啥发问号的呢？你说你上路本来你也没人来的多，对不对？我清你波野怪算是你对我的弥补，你都没来我都把上路打成这个样子了，我清你波野怪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可以去找物管。这梦魇确实有点懵，确实是有点打不过。我发现了啊，有点连体了，他俩，啊，他俩开始连体了。这 E 伤害也太高了吧，四百多，那一个 E 后身边全死了。来吧！哎呀，抽空了！你别给我刮痧了。这个梦眼今天势必得给他杀了，啊，是不是在这打蛤蟆呢？先杀维因啊，先杀维因。你，别给我打了，切！好人一生平安啊！好像不对劲了，好像有点问题啊！算了，饶他一命。拜拜。哎呀，来一个蟹手吧，不行多带俩眼儿吧。手势是菜的，确实是不应该踹他的。对不起啊，老母鸡，不好意思，老母鸡，我有问题，我这个人确实是出现了点问题。在你偷了个蓝 buff 之后，我早该想到会变成这样。我要去监军你。参一波团战。让这火蓝后退一波，哟我大龙没了，这梦魇是个消带呀，这梦魇是个消带呀，我这一瞅，这女枪可以烧，摸你下推，看看这消带能不能带得动吗？我不给你们来一脚 R 闪是肯定是不行事了，我一瞅
哎，大家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啊。大家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刚才的键盘稍微滑了一下，丝滑。这梦魇由我来干他。我看你能扛住多少伤害，老梦魇了。滑不溜走，往上拉一手。激动耶克，腰带也不好使了，老梦魇呢。你给我飞，那个老梦魇的打不着，踹中耶克，一闪小法西。投降。事实证明，梦魇打不了逆风局，不是梦魇打不了逆风局，是有一个人挂机，他永远他也玩不了，是有个人挂机了。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